是延平吗？不是，银行短信。哦。体会到了吧？不能给他放任自由，否则要是没有了我的话，你晚上就永远都一个人待在家里了。大家都找你呢，走，回家吧。找我干啥？我就等你啊，跟你说几句话我就走，啊。你干嘛走啊？这不是刚来吗？你先别管了，你别管了。这个存折啊，你收着啊，密码是12123。不是，爸，这钱我真不能要，真的。还有，您必须跟我回家，走走走。不是，你听爸说。哎呀，年轻又有年轻人的想法和活法，不能让你们按着我这老脑筋的想法去生活呀。所以结婚啊，摆不摆喜酒啊，请不请宾客的，你们自个儿说了算，我就不逼你们了，我就回老家了啊。多难需要有什么事儿的时候，说爸呀，你再来帮帮忙，哎，我再来啊。爸，那您回去住哪儿啊？我住我那房啊，我不是换了个小房吗？那个房子呀？啊。胜利说那房子根本不能住人，我们怎么能让您住那儿呢？怎么不能住啊？不就小点吗？收拾收拾挺好的呀，多大个房，晚上不就睡一张床吗？心宽不怕房屋窄呀，只要你们俩呀恩恩爱爱和和气气，在北京有一个自己的屋啊，我这心里就比啥都强了啊。就这样，爸走了啊。爸，那个我们那房子有着落了。真的，你没骗我呀？真的没骗您，有着落了，您就放心吧，跟我回去吧。啊，那我就跟你回去，我怎么着得看看你们这房，我再走啊。啊，对对对对，你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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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这，啊，有房子了是不是？你没骗我哈？哎呀，哥，你可来了你。不是，他情况怎么样？我目前吧，情绪还比较稳定，没有大哭大闹。但是根据我的经验，越是这种情况越难对付呀。一会儿你上去劝他，一定要和声细语的，别刺激他啊。那你跟他说什么了吗？我没说什么呀，他疯了，他一来就说什么不想在家里边住了，还说什么在管理处住下去，还用工作麻痹自己。我求你了哥，你赶快结束我这种有家不能回的日子好不好啊？你说我跟他这么孤男寡女的相处下去，每天大眼瞪小眼的，下次跳楼的该是我了。你放心吧，放心吧，他还在天台吗？在呢。我的小宝贝儿啊，咱俩是一对儿啊，陪我。哎，美丽。胜利，你别着急了啊，爸已经回来了，我们都在家呢。哎，太好了，好，我一会儿回去。啊。王鹏，你在这儿干什么？你怎么来了？我没什么事儿，我过来看看你。你能不能把身子转过来？干什么？不干嘛，我怕你一时想不开，一个猛子扎下去。没事吧？没发烧吧？韩剧看多了，我就是想静一静，心里堵得慌。你要是静一静可以，你回家静静啊，这儿挺凉的。娶了一个漂亮的、苗条的好老婆。你这话什么意思？
刚领了证就开始闹了啊？你说我什么意思？当初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找媳妇儿找老婆就应该找一个门当户对的踏踏实实跟你过日子的女人，你听吗？啊，现在傻了吧？啊，这个女人必须处处为你着想，你知道吗？哼，该。你干嘛呢你啊？你是不是在变相的表扬你自己呢？美丽挺好的，真的。挺好。行，就算是他挺好，那他妈呢？啊，他妈处处给你提要求，处处给你提条件。我告诉你，将来你夹在中间，你难受死了，你知道吗？你我难受不难受，只有我自个儿知道。你急什么呀？那皇帝不急，急死太监。再说了，他妈也很好啊，人家没问我要什么呀。他妈还不错，要不是他妈给你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你爹能被逼成这样吗？俺爹逼成那样不是他妈逼的，是我逼的，把俺爹逼成了那样啊。行了行了，你别先吃萝卜淡操心了，天这么冷，回家吧，回家吧啊。宁胜利，我问你，为什么总是拿着我对你的好来伤我？啊！问你，我在你心中到底是什么？说实话。是朋友哥们儿，我不需要朋友，我不需要同事，我也不需要哥们儿。不想吧，你回来。你真没劲！你要干什么？王总，什么情况？你赶紧把这双人沙发给我搬我办公室去。从今天开始，我也住这儿。什么？你赶紧起来刷牙洗脸，然后我跟你讨论讨论物业改革的事儿啊！快点刷牙洗脸。不，王总，我手机，赶紧把这也给我收拾了啊！不，王总，哎，那你别搬这个。哎，你等会儿，不是，王总，哎，我给你来了来了。哎呀，你别看俩孩子都挺正了，该懂的礼数咱一样不少，这才叫讲究人呢。鸡鸭鱼肉烟酒糖茶哪样都没少拿，接着吧。哎，向一凡。
行吧，行，就放那儿吧。哎，你赶快刷牙洗脸去吧。哎，啊，哎，一会儿咱们讨论一下改革方案的问题。我昨天一宿没睡，我一共总结出三十三条了。不是王总，您这是何苦呢？我现在是既情又工作，用工作来麻痹自己。 连我都麻了，说什么呢？不是，我是说吧，您要是真这么想吧，那简直就是咱们管理处的福音呐！一大清早起的，吃了蜜蜂屎了，赶快刷牙洗脸去吧！啊，准备开会。哎，开会，开会！哎，管文君，谢谢啊。哪儿的话呀？ 开会，开会！来来来来来，吃吃吃！哎呀，谢谢谢谢！哎呀呀呀呀呀！哎，你也吃，啊！不客气，不客气。那刚才美丽说买房子的事儿着了吗？啊，是这样，这个严平啊，帮我们找了一个朋友，弄了一套挺便宜的房子，位置很好。 就在四环边上，哦，四环，哎呦，很好啊，多少一平啊？1万。哎呦，那很好了。哎呦，这朱延平这事儿办得不错啊。哎，真是这，哎，朱延平啊，我爱女婿。好，一个合伙人办俩儿子。我怎么这1万就挺便宜了？这是啊。哎呦喂，四环路啊，这房价太贵了，这房价可太贵了，这房价啊。哎，那，那你们首付款够不够啊？首付款，应该差不多吧。延平已经把钱还给我们了，那个还有吗？我们已经约好了，一会儿啊就去看房。哦，那好，那好。嗯，来来，进去。喝了金六福，咱们全家都幸福啊！要啥有啥，啥也不缺，子孙满堂，一家整俩。哈哈哈哈哈！中了，中了。嗯。啊，哎，我那二女婿啊。 家境不错呀，而且他们家殷实。行了行了行了，别二女婿二女婿的，现在再说大女婿的事儿。哦对对，金姐别在意啊，别在意，别在意，要考虑月供的事情了是吧？是这样吧，我是这么想的哈，我也跟美丽商量好了，尽量把这个贷款的时间拉长，这样呢，在还月供的同时，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嗯，哎呀，妈那也没什么。 帮得上你们的，我看，既然是要还月供了，那每个月就得需要钱啊。外头租的房子就退了，别租了。你们俩，到家里来住啊。对对对对，省点是点啊。哎，对对对对，你看看怎么样？看出来丈母娘疼女婿了吧？就是这么麻烦你们，我们不好意思。 丁胜利，你听我跟你说啊，后果很严重，我很不爽，你知道吗？我一分钟我也受不了这个王胖子，你听懂了吗？我受不了了，我今儿晚上回去住啊，你。
你甭管我睡哪儿，你必须你现在你立刻你马上你麻溜痛快给我想办法，你听见没有？你咋不商量商量就答应了呢？你当了上门女婿还能直起腰来了？我这10000块钱白花了，你说。爹，我那是上门女婿吗？我只是暂时在这住一小段时间。再说了，房子很快就下来了，延平已经跟我说了，那可是现房。现房啥意思？是不是现成的房吧？对呀，就是那啊，不是现成的房，是现房。哎呦，我知道啊，不是县城里的房子，还地区呢。你爹那么没文化，就是现成，就是摆在那可以看得见的房子。哎哎哎，这不就得了？这我就放心了。你上去吧，我自个儿走啊。这行这行，你别忘了坐公交车啊，你别不舍得坐。Miss Lin，我那个检查报告已经给你传真过去了，你给我看看有没有恶化。不，什么叫别害怕呀？我能不害怕吗？我都快吓死了。老公，你妈走了没？没有了，她正在打电话。你作为我的私人医生，你对我这件事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你知道吗？说好的台词说啊，好，没问题。哎呀，老公，你真讨厌，那么早把人家叫起来干嘛呀？哎呀，乖了啊，一会儿呢，我们有重要的事要办，一会儿我们就去看新房，然后呢，我们就赶快把首付给交了，到时候我们就住上自己的新房子了。到时候你想多晚起床床就多晚起床床啊。嗯，好的，老公，我听你的。刘会计，你帮我查一查，昨晚上那个附属卡上怎么进账10几万啊？对，我收到一个银行短信，说进账10几万，给我查查。这孩子，什么时候能把这心思都用在生意上？急了吧？路上太堵车了。我们也刚到一会儿。赶紧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哎呀！哎，戴维，我现在就在你爸的售楼处呢。你找谁来接待我们呀？啊 ，OK， 找张总是吧？好的，好的，好的。Thank you。晚上呢，我就把我的屠龙刀送到你的账户里。OK。啊。走，姐。屠龙刀什么意思？走吧，周先生，周先生你好，哎，我们董事长特地安排我来接待你。你好，你好，来，请坐。你问问，是不是10000元一瓶？不用问，肯定是。姐，怎么样？有范儿了吧？就喜欢这些。周先生，您看，这是我们特意给你留下来的，金角银边，风水极好。就是面积小了点儿，
不知道您满意不满意？没关系，没关系。多大面积？100多平米。100多？怎么了？太小了。多少钱一平？朱先生，这位是啊，他是我姐夫，自己人啊。姐夫您好，这房子是我们董事长特意吩咐的，给您成本价10000一平。10000一平啊？啊，10000一平也得100多万呢。是啊。啊，那个张总，要不然你再给我们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户型？好，没问题。你知道不知道，房子超过90平米以上，要交首付的30%。你那些枪能卖出这些钱吗？你就放心吧，姐夫，我都算过了，加上你那10万，保准够。放心吧，我跟美丽商量了。说月供啊，就是首付，咱也付不起啊。刚才严平跟我说了，他说加上我那10万块钱，还有他卖枪的钱，差不多能付一个30%的首付。你说这个机会确实不错呀。你说咱们大个一馅饼，咱就是吃吐了，咱也得咽进去。是啊，你说这价打着灯笼都找不着。是啊是啊，要不然。咱咬牙跺跺脚买了吧，我就不相信了，活人能让月供给憋死？好，胜利，我听你的，买，咱俩一块月供。刚才我们俩都商量过了，这套房子呢，毕竟你是主人，所以呢，我们俩就借住在这间客人房了。嗯，没问题啊，咱自个儿的房子随便住，随便住。姐夫，你看这房子多好啊！等到时候我们俩不住了，你就可以把我们住的这间房子让给保姆住。保姆啊？我就是咱们家保姆。得了吧，姐夫，你怎么总开玩笑呢？哎，对了，我刚才看到这上面还有一间那个露台呢，我给我朋友打个电话，让他们把这露台送给你们。以后姐夫，你就让你的爸爸在上面种种菜，那多有情调啊！就是，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别给人家添麻烦。再说我爹还不一定愿意干呢。行了，别想三想四的了啊，踏踏实实过日子吧啊！我是说，种点有机蔬菜，吃着自己种的菜，那才叫高品质的生活。你还有机？你怎么不说有鸭呢？不靠谱。哎，姐，你看这间向南的这个，采光特别好，可以弄成婴儿房。等你有了宝宝，可以天天让他享受阳光浴哟。哎呀，莹莹说的这个靠谱啊，是吧？行了，回头再说吧。哎，那姐夫，那咱就这套了啊。对了，就这套。刘会计，我让你帮我查的事儿，你帮我查了吗？延平啊，延平啊，我真是高估你了，我以为这个钱是你自己挣的呢。看来你遇到困难呢，就只能有这么一条路走。刘会计，你把这笔钱马上给我转走。对，现在马上立刻 ，OK。这一身公子哥的毛病，看来只能是速成了。
你网上那些枪真能卖那么多钱吗？当然了，我都卖了，钱都到账了。姐夫，这事儿你就放心吧，你就只管踏踏实实还月供。哎呀，一提这月供我脑袋就大。你姐夫呀，现在是房奴了。这怎么能是房奴呢？咱刚才不都算过了吗？按30年房贷计算，你每个月也还不了多少钱。6000多还少啊？这还多呀，姐夫，你大小也算个经理吧。哎，对了，问你个私人问题，一个月赚多少钱？6000多一点呗。什么？6000多？你怎么的，踩尾巴上了还踩电门上了？不是不是，姐夫，你被人坑了。我妈那个公司，那大小一个部门经理那都是税后10000，更何况你这经理级别的呢？你得跟他们谈，你不谈谁会给你钱呀？对啊，税后10000还不是经理？当然了，姐夫，你必须跟你们领导去谈，赤裸裸的跟他们谈钱，这事儿你不能抹不开面子。怎么着？什么意思啊？我去赤裸裸去。哎，姐夫，你这，哎呀，太着急。哎，老李啊，这我问了你半天了，你这屋里屋外的来回转悠，不，你这你到底是怎么打算的嘛？你啰里啰嗦的，唧唧歪歪的，那么烦呢？你那么长时间没看出来啊？我在分配床的事情，房间的事情。那你到底怎么分配的呀？你说一说啊。美丽那房间嘛，是张单人床。这么小的床，两个人挤一块儿，那丁书丽再瘦，她也挤不下呀。嗯，到时候晚上睡着睡着，一个扑隆通掉地下了，那怎么不好吧？我那房间倒是一张双人床，可要是让我换个房间，你不是不知道的，我好长时间要睡不着的。英英和小雨那房间也不能动。啊，英英的婆婆神经兮兮的，那天英英不舒服了，想回来住几天，睡哪去？哎，你把英英屋里小雨那张床，反正小雨在香港，她又不回来，把那张床搬到美丽的房间，跟美丽的床一合并，这不就一双人床了吗？啊，哎，这倒也行。哎呀，也就这样了。想那句话，心里头越不踏实。哪句话？那句话呀。哪句话呀？丁老头那说的那句话，你没听见？这丁老头说了这么多的话，他叨叨叨叨一直在说，我哪一句？他说：“哎呦，不好意思哦，我们打扰了，我们打扰了，我们什么意思啊？”他是不是指的是？丁胜利和向美丽住过来，他也要跟过来住哦，不会吧？太有这可能。我们当然就是他儿子美丽。是啊，要不然他就说他们。对呀。哎呦，这丁老头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呢？我们家就这么点大，对吧？这么几个房间。他没看见啊，他来住哪儿去呀？哎呦，真愁死我了！你说他要来，我让他住哪儿啊？哎，李桂兰，你想什么呢？你把我打发出去了，把女婿的爸爸给接进来了。我告诉你啊，你要让丁老头住进来，那我也要住进来。哎呦，向一凡，向一凡，你多大了你？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凑这个热闹？行了行了，你什么叫凑热闹？见过上门女婿，没见过上门公公。啊，行行行，别烦了。哎呦，这丁老头真是太不懂事儿，简直就是美丽小时候他们唱的那个儿歌里的那个老头。什么儿歌？哎呀，就是那个。哎呦，你这都忘了，你真是老年痴呆了，健忘了。哎呀，可就是那个儿歌，我一画你就知道了。就这个，一个丁老头借我俩鸡蛋，别哭。我说3天还，他说4天还，真是个王八蛋。
慌了，想起来了吧？对，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好了好了，别傻笑了，得想个办法。哎，你呀，带瓶酒去，他最喜欢喝酒了。然后跟他边喝酒边聊，探探他口风，他心里到底怎么想的啊？到底是真的要住过来呢，还是我们听错了，我们误会了？知道他想什么，我们才能安排事情啊。英明，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去吧。哎，别带那个不好的啊，那就到那就行了。知道了。胜利，我想趁着正好休息，咱明天啊干脆把家搬了算了。你看看咱们这段时间把人文君折腾的也够呛。我正在想着我爹的事儿，你看啊，让爹跟咱一块搬过去，你妈肯定不高兴；把爹留下来，让他跟文君在一块儿，俺爹不高兴。那刚才俺爹话里话外那意思你没听明白啊？他就是想跟咱俩在一块儿。胜利，咱还是让爹跟文君住一段时间吧。一会儿啊，咱跟爹好好说说，劝劝他。你看啊，咱俩现在事儿这么多，咱们得一件事一件事的解决，过一关算一关呀。是，只能是愤怒的小鸟了。哎，不光这事儿，这月供的事儿愁死我。看你又唉声叹气的了，月供你头疼什么呀？你忘了我们公司让我写书的事儿？哎呀，你看你看你看，我把这茬给忘了。俺老婆是作家呀，才女呀。哎呀，祝贺你啊！谢谢啊。所以说嘛，天无绝人之路。我告诉你啊，从现在开始我一定好好写书，然后呢，我在网上少买点东西。月供啊，我跟你一块扛。真是个好媳妇，人不但长得漂亮，心儿也好，我很知足，真的很知足。哎，对了，你这个小说叫什么名字？我现在还没想好呢，反正是写一个女人的人生经历的。这多绕嘴，你干脆就叫《媳妇儿是怎么炼成的》不就完了吗？你现学现卖，这多生活呀！行了吧，我算是看出来了。自从我跟你领证以后啊，我就直接跳进那火坑，然后你就是旁边那拉风箱的，生生把我练成了，是不是？哎，你这话什么？你想让别人练你吗？没戏！告诉你啊，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丁胜利才能练你，不服？走着。情调的啊！嗯，回来了。我不是给你们营造情调的，我是来让你们上课的。这是我们公司的五种精油，精油是从植物的花叶根茎或果实中，通过水蒸气蒸馏法、挤压法、冷浸法提炼而成的挥发性芳香物质，每一种植物的精油都有它特殊的功能特质。薰衣草精油，它能够改善人的睡眠；茉莉精油可以提升人的精力；玫瑰精油可以增强女人的气质；洋甘菊能够减缓人的压力；最后一种是蓝莓精油，它对人的视力起到一种保护的作用。好了。这就是你们每天晚上睡觉前的例行功课。晚安。你妈疯了吧？绝对疯了。
赶紧给丁胜利打电话，明天咱们就交房子首付，听见没有？行李搬出来了，不是，你快摆弄不开呀，还好多东西呢。我天，我天，你爸说呢？这不得找机会吗？你快点说吧，好多东西等你收拾呢。啥事儿你直说，别跟你媳妇嘀嘀咕咕的。我天。没什么大事儿，是这样啊，爹，这管文军呢要回来住了，我是想，你看咱们那房子吧，早晚得买，所以我想，你就别兜圈子了，你就说让我睡哪儿吧。爹，要不您受委屈，在这住一段时间。你咋不识数？你不会算账啊？啊！你老丈母娘这又不是住不开，对吧？咱们又不是不买房子，咱爷俩上他那迁就去，再省下钱买房子有啥不好的？你在这住不得掏房租吗？对啊，咱俩住我丈母娘那儿，合适吗？有啥不合适？一家人了，假假咕咕的干啥呀？跟你媳妇说，就这么地。我睡厕所里边，我也得搬回来住了。哎呀，这段时间你辛苦。这么着，我和美丽啊，明儿就搬走。拉倒吧，你跟我说。哎哎，来，你别碰我这个啊，这可是我的宝贝。哎，上次我跟你说那小买卖，啊，发家致富，我就全靠他了。文军回来了。哎呀，嫂子，这对不住啊，我实在是没辙了，我这才回来打扰你们这新婚蜜月。啊，不是的，是我们打扰你了。咱家里还有吃的吗，嫂子？饿，没吃饭呢，我这。我给你煮点面条。哎，再给他窝俩蛋。啊。哎呀，还是我哥疼我。你不爱吃蛋吗？我跟你说啊，哥，这个王胖子现在那简直就是个神经病啊！我跟你说，白天拉着我非得开会，我好容易给他熬睡着了吧？不到半个小时，人睡醒了。你知道睡醒干嘛吗？干什么？他跟我唱歌，唱那什么歌那叫啊？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哎呦妈，太恐怖了！关键他就会唱这一句，他没完没了，反复给你唱。哎呀，别人唱歌要钱，他唱歌要命啊，哥！你得好好安抚一下我这受伤的耳朵啊。美丽，把个猪耳朵。嗯，吃哪儿补哪儿啊？你拉倒吧你！今儿晚上啊，你就睡这儿了啊，明儿回来。哎呀，这什么什么人，还是我睡客厅吧。你看这，我来该打搅你了啊。那就行，能让您睡呗。来，别嚷嚷，让饿死我呀。嗯，吃点菜，吃点菜来。我来吃肉。那我正好这边来。爸，你怎么来了？哎呀哎呀，我没事，我来给亲家公赔个不是。听见来了，说什么？你好，这个带着酒来的。来，你怎么知道？哎，我们得把他都喝了。哎呀，快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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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老丁大哥，舌头都硬了。老丁大哥，今天招待不周，怠慢，怠慢。家人别说两家话，什么怠慢不怠慢的，我不是那个挑理见怪的人。你去拿两个杯子，我给你公公喝两杯。哎呀，爸，你喝那么多酒干什么呀？别喝了，还不就是你那个妈。老丁大哥，我那个媳妇真的是不怎么样。哎呀，你说说。你公公他大老远来的，来干什么？看。
看儿子看儿媳妇儿，对不对？怎么了？怎么了？生命重要，你就是我心中。